你所认为的恐怖，巧合中发现可奇东林是尸体，而这到底会不会是近期连续分尸案？我有条件，我先来。好，Hello everyone， 안녕하세요，I'm Vic， 然后我是在戏里面演的角色叫做梁延东，他是一个冷静快，然后追求一些欲望，对，然后内心孤独不被理解的一个纨绔子弟。好，这个每个人好像都有一些不一样的发挥哈。没错，我记得那一天真的，拍的时候真的很痛苦，因为我多半的时间是我们是上的戏都真的比较冲动一点，或是比较就是热血一点。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他有一点冷，而且有一点权谋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演到官位那么高的角色，感觉蛮好。我说什么他们都得去做。恭喜啊！那尤其是有一场戏，就是队长要跟他的队友们就是有摩擦啊、有矛盾的一场戏，但我不透露是怎么。还记得他的房间里面上面有一个抽风机，你会一直转，然后甚至那抽风机就是。灯光是打光的时候，他的墙壁其实会有看到那个抽风机的影子，风扇的是也不能被他牵着走嘛。对，所以其实一定就是谭队长跟他也有一点小矛盾，对，我们跟他都有一点点是了解哈。所以到底是还没有人讲他，跟他们真的是第一次见面。哎，那我觉得进化其实是很认真的。他在里面有几场戏我蛮感动的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演不出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庄宣伟，然后很兴奋这个戏终于要跟大家见面，去年的现在我们还没拍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一切很如火如荼的在制作中，然后我们非常有信心，这个是很好看的一个从上个作品到这个作品的一个突破。谢谢辛苦了导演，那你要。